带有欧式气氛的店面，空间虽然不算大，这间烘焙者咖啡可是已经累积20多年历史的资深店家了。店里头一整排的咖啡豆柜子相当的有气势，无声宣告着这里对咖啡有着相当程度的专业，甚至还能够在这里找到牙买加蓝山国宝级的咖啡豆，更别提你一进门就直冲鼻腔而来的浓郁咖啡香了。想喝上一杯好咖啡，除了咖啡豆的品种以及调制的手法之外，烘焙也在其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。纯粹的黑咖啡一上桌，丰富的滋味随着时间变化，这样的层次感正是咖啡让人着迷之处吧。